浙江大学的毕业生，我希望在未来能够铭记浙大的校训，铭记古老的二问，希望未来成为能够继续熠熠生辉的浙大人，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。因为我未来还是从事科研工作，希望还是能在对我国的科研做出一定的贡献吧。未来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，因为我未来要成为一名基层的工作人员，所以我期待能为我家乡的发展来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，希望能够找到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和事业，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。我希望未来能好好工作，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，把想做的事情做到最好，一切可以顺顺利利的，家人还有包括自己都身体健康。